玩游戏喽，100块玩一次。玩游戏喽，100块赢2000块。叮叮，帅哥，玩游戏吗？这游戏怎么玩？就是你把这个火柴上面的钱拖出去，你就能赢2000块。一拖出去它不掉是吧？对，拖出去这个不掉，你就能拿走我的钱。奖2000哦。奖2000呢？你看钱都摆在这里。哦。哎，非常简单的这个。应该是手快一点它就可以了吧？对呀，手快就行了。哦，以我30年的单身手速应该可以哦。玩一次试试。先给钱再玩哦。这个我在网上也看见过了，哎，这个应该简单了，很简单。看着我，看着我，我很快的哦。看着看着，3秒不到了。来来来，哎，丢卡嘛！你这种手速还说30年，想太多了吧？这怎么不行呢？还要玩吗？还要玩的话，还要100块。哎呦，我回家试过去。哎，等下再来啊。好好好。那人的吧。我才不是骗人的嘞！哎，这个钱太好赚了，看看，玩游戏，玩游戏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嘞，赚钱大好机会来喽！100块，帅哥，玩游戏吗？100块玩一次。对啊，100块玩一次。走吧。咦、啊！哎呀，咁咸湿，你别笑。怎么咸湿？哎呀，我这可是玩游戏呀、啊！你想玩什么？什么游戏？智力游戏。什么智力游戏？把这个火柴下面的钱拖出去，火柴盒不掉。太简单了，我玩。100万吧。100万。80。哎呀。90。100。好嘞，好嘞。等一下啊。这个风有点大，来开始开始开始。这个来呢，太简单了。简单，看你行不行。不能用手去碰。不能用手摸拿的是吧？不能。哎呦我去。哎，掉了掉了。哎呀哎呀，会不会啊？不会玩，再玩一次啊。100块。哎呦，闲了。钱呐、啊，我刚干了，要挺有钱的不？哎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一点都不好玩。算了，看来这个摆摊还是能赚到钱的，哈哈哈，游戏喽！哎，小朋友，要不要玩游戏呀、啊？这个只有1块钱。就1块钱呐、啊？1块钱，哎呀，也可以啊，看你这小朋友，来。钱也是钱啊！哎呀，这么聪明啊！哎呀，好厉害哦！给钱，给钱呐、啊！你小朋友，你才给我1块钱！哎呀，要不不给钱别想走啊！不给钱别想走啊！那我现在收摊了啊！哎呦，来给你100块吧。2000呐、啊？不是啊，我这里写的说是2块呀、啊。别想骗我！这个小朋友这么聪明了吗？来，给2000。不要传出去啊！没想到现在的小朋友这么聪明，被他识破了。哎呀，收摊了，回家了。